Amerika'da bir inovatif sistemi diye koyalım. Olmaz.办案是一个本地的基层民警，是最底层的，最底层的民警管村里的事情，属于非常基本上处理的事情就是帮别人找个牛啊，种个地啊，什么处理都是非常小的治安案件，而且是一个人管几个村的那种人，啊，片警，这可真是一个大片，他是管六个村，几千人，但就一个人，所以这个地域里面这种警察，我也是第一次接触，也第一次知道，我觉得还是蛮伟大的。然后就是一个小卒，他最后推翻了一个大事情，抓了一位毒贩的。但是觉得这种风尘仆仆、黄土的这种杀制的感觉的戏还蛮好的。方力申演从城里来的警察，所以两个人这个冲突就在这个地方，也是这个剧，这算是一个正剧吧，它是喜剧的一部分，挺有意思的一点。我演的这个角色是从城里过来的，是被逼过来，很无奈的过来了。要过来呢，我觉得我自己这么能干，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？这里不适合我。到了吗？100块钱，你有钱都不够。一个城市警察来到这里，然后呢，以为就是很委屈，什么都干不了，就帮帮人家劝劝架啊，领领羊啊，就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哎，就是误打误撞的就碰到，原来就是我们通缉犯 A 犯的那种最重犯的那种毒贩，原来就在这里，而且之前碰过面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然后发现我们去追，就是这种小背景大事件的这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挺过瘾的。3、2、1，开始。缺乏锻炼，一不缺乏锻炼，那就是好苦啊，咱们和亚多利一样的下场。我现在认认真真的毙了你。这个熊奎这个人物呢，就是一个从境外外蒙跑进来的一个大毒枭，这也是他不是像原来我演的都是比较凶狠，这个是非常奸诈凶残的一个人。看不见了，全国人民看到基层化之后，就变成原来叫秃鹰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有可能会变成狼鹰了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个造型也是第一次。今天的一证据，我会一直后告诉阿哲。所以说对我的感觉的是整个都是一个很新的，我跟导演也说，我说你们怎么改变的新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么多年拍戏下来以后，希望有一个导演能改变，把基层化形象，不管是演反派，知道吧？因为还是反派嘛，那他跟以往的反派是完全不一样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广斌啊，在这部戏里呢，我扮演角色是大巴，是这个人物呢就比较暴，比较直，怎么想打死我呀？也是很讲义气的，然后对兄弟啊，对自己人呢、都是很保护的，然后那种对敌人呢是直接给那种凶狠。王五，干嘛呢？给我上来！那个我在这个剧里面扮演的是北方第一的科德巴尔，找死呢！是一个比较变态吧。别动枪啊！混子，这个干嘛？我在这个戏里面扮演的是一个冷面的女杀手。李润都是遮着半边脸，然后这么看。接过来，拿武器，骑着骆驼往前走啊，对吧？接过来，
下雨。哗就上去，这一动终点是吧？哇，这跑得怎么快？因为我去跳，看他的盘子，见。但他一静静，他这个就比较明确。好，那我们。这个好看吧？这个很打仗。这月的艰苦战斗，大家在零下十度的时候，晚上拍通宵都拍了。在这里呢，辛苦也好啊、大家呢有委屈也好啊、咱们就顺利的完成了任务，感谢大家。开机前我说过，所有的工作是对事儿不对人。可能在工作中我态度不太好，但是作为拍完戏以后，我们都是朋友，都是兄弟姐妹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开始啊！郑建华，向你也抬头，胖啊，干嘛是吧？我自己不要撞。你说胖干的事情没那么容易。胖，我天啊！你也太快了。爸爸，爸爸，看你这爸爸，爸爸还走吗？能死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欢迎柔光很呢，来，你们这好，我这妈，他给钱睡觉，给我去看，直接睡觉呗。小范，这个倒是馍呀，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吃着那个蛋炒饭，喝着胡辣汤去寒，不是拿筷子不要。